運作，大量的區議員經由流動的選舉制度進入區議會，其後肆意妄為，不但擾亂區議會的正常秩序，破壞地區發展，更甚的是有部分議員以區議會作為政治平台，阻礙政府施政，甚至有部分與外國勢力勾連，宣揚所謂港獨，作出危害國家安全。我們支持政府方案，第一，這個方案是將維護國家安全放起首位，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的原則，讓區議會回復到基本法的原位。第二，政府方案能夠確保區議員持更廣泛的背景，有不同的知識和能力，促進地區治理多元參與。第三，政府方案更能夠落實行政主導，強化地區治理架構，提升地區治理效能。第四，政府方案可以確保區議會議員做好本職工作，更好反映居民意見，讓政府更全面掌握地區訴求，不斷完善施政，提供更貼心貼地的服務。因此，這一套是一套聽到意見做到事的制度，是一套符合市民利益的制度。我個人呢就已經參與了區議會選舉呢是超過20年了，咁我自己呢是不打算再參與新一屆的區議會。咁就其實無論是嚟緊嘅好似立法會一樣啦，無論是透過直選產生，又或者是透過係互選產生，以至係委任咧，由於佢嚟自不同嘅背景，有不同嘅經歷，其實佢對地區治理咧一定有不同嘅局面。我哋需要咧就係有一隊係有不同嘅背景能力嘅組合去做好地區治理。正如特首之前所講，今次地區行政檢討最重要嘅係正本清源，去政治化，令區議會回復到基本法應有嘅定位。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，充分體現行政主導，完善地區治理體系，提升地區的治理效能，令地區工作得以扎實地進行，令每一位市民更有獲得感、幸福感。其實我們今次整個完善地區治理工作的方案目標是什麼呢？就是要為到你，為到每一個香港市民，我哋希望我哋可以提升到我哋地區治理嘅效能，提升到我哋地區治理嘅效率，令到我哋嘅市民嘅訴求可以好快、好及時咁樣得到回應。更加重要嘅就係區議會應該回復翻喺基本法裏面嘅憲制秩序，發揮好諮詢嘅功能。所以日後新完善嘅區議會有多渠道產生嘅區議員，是一個多元的區議員，收集的意見亦都是更加多元化，更加是完備，令到政府在把握民情民意的時候能夠更加準確。區議會將會協助特區政府去把握社區脈搏的一個重要的機構。